LAF 系列微型四幅电钢，体积小，重量轻，力控制，驱控一体化，行程可选。LAF 系列有10到50毫米四种行程可供选择，速度可选，不同速度等级下，推杆运行速度不同，最大速度可达到每秒70毫米，最大推拉力可达到70牛，力传感器能够检测从负100牛到正100牛的受力范围。接口安装，机械安装接口采用关节轴承，通信方式采用 LVTTL 串口，型号选择举例， LAF10 代表系列名与行程，02代表速度等级，4代表关节轴承，D 代表 LVTTL 串口。 LAF 系列在 LA 系列基础上增加了力传感器，能够对推杆受力情况进行实时检测，并实现推拉力控制。 LAF 系列能够实现位置、速度、力及力位混合多种控制模式，适用于机器人、 3C 半导体等需要精确力控制和实时力反馈的场景。更多详细资料可前往音石机器人官网获取。